邊度度入入咗嚟過咗邊檢？我而家都睇緊個流程點去啊！咁啊，香港嗰邊如果一係就一地兩檢，咁而家就直入香港禁區喎，大佬話，咁我唔知啦。如果直入香港禁區咧，咁啊，我記得入去好似嗰啲咩液體又唔俾帶啊，嗰啲咩又唔俾咩啊，咁過關嗰時啲過入禁區都幾嚴啊。咁呢度啊，直情就即係好鬆嘅啫喎。我想可能再落船再過再入境入境一次可能，唔知大家睇下先。哦，嗰個港交會啊，點鐘啊？嗰個八點半起身，咁啊嚟到呢度，八點半起身就十二點鐘船，嚟到呢度啊等咗個幾鐘。咁啊，跟住我谂最辛苦咧就香港机场。香港机场咧，我要几啊？喺香港机场我要等四个钟啊，应该。我一个船期同埋个飞机咧系夹唔埋，差四个钟。咁啊，琴晚就瞓咗，应该瞓咗四个钟啊，三个几钟啊。咁啊，琴晚瞓三個幾鐘啊！哇，我諗等間香港機場都四個鐘啊，我都唔知點過啊！咁就等間個香港機場嗰四個鐘啊，唔識講。一部船，我都第一次行呢條水啊！咁俾我睇下珠江路邊都好啊！在這邊的第二排，這邊是 OK 不行，155這邊第二排，這個海關的人和那些船的人態度好一點，我黃江的時候，哇，粗理的人真的，這裡好像態度好一點，歡迎乘坐東船到香港國際機場，為了你的安全和舒適，請係好安全帶，不要站落或走動，請多人去。我記得我去嗰陣時，赤崗塔周圍一度有田，嗰時就踩單車就個同學跌咗落個田嗰度咧。你準備擺喺你只摩托嚟整啊？哦，分個兩塊都行到。虎門大橋啊！我都唔知啊，喺虎門大橋。哇！好邋遢咧，風水。都是垃圾多，我開始以為是飛翼船添，內河入邊都是開唔快。好啦，捱到落香港就應該兩點啊，咁啊兩點到六點，六點飛機嘅啫，五點半到可以登機啦。哇！我已經敲下瞓喺部船度，冇嘢做啊，最慘嘅。咁啊，同去嗰陣時候就調轉嚟啦。今次咧就啊管呢個咧就最慘啦，咁啊上咗飛機咧，落飛機到温哥華有車接咧，咁啊嗰程咧就最輕鬆啦。而家咧就係落香港，跟住等飛機嗰程就最辛苦啦。我話仲諗住有啲風景睇啊，得閒瞓。呢只船都有啲浪啊！我整整下 computer 都有少少暈，好似出珠江口快啲。最艱難咯，四個鐘，十二點出，
準時出發到兩點鐘準時到，應該就係、是。哦，2:07啊！跟住就要6:00，6:00即係話4小時。咁啊，正常就 OK 嘅，行下逛下，應該5點可以上到去咯喎。不過琴晚瞓咗3.4小時嘅，死啊，冇咩做，瞓咗。請呢度邊度啊？新機場啊！都方便，不過咧，如果唔係咁坐得船嘅咧，我都唔係咁住。係有啲浪嘅，即係等於好似坐嗰啲細遊艇咁咯。我哋出去玩嗰啲。OK， 好，最艱難嗰幾個鐘。Thank you. Thank you, ma'am.跟住就上船走噶啦又，啊！海珠湖啊，咦、欸？新機場嗰邊喎、啊，係嘛？點解喺呢邊嘅？咁啊，各有各好啦，坐直通車啊，坐直通巴士啊，跟住仲有個咩高鐵啊，咁啊好多方法落嚟香港嘅，香港機場嘅，咁但係即係又睇你喺邊度落嚟咯，市區落嚟啊，或者係邊度啊咁啊。咁吊喎，係咁吊喎，行李認領，所有登機口。嚟離境税退款櫃台，咦，好嘢喎！我唔知點解咩原因佢有120退喎，啊，離境税，拜拜啦。哎呀，有120去喎、啊，好嘢喎、啊！嗰幾個鐘啊，最難捱嗰幾個鐘啦。OK， 離境税税服務櫃台，我都唔知點解有120嘅。佢係有個咩機場税啊嗰啲咩嘅？咁我因為唔知唔係嗰張紙咁寫住有個。咩嚟？我係免税區嗰度嚟咧，所以有120，我唔知啊。咁啊，120啊，喺機場我4-5小時食少少嘢都好啦。120應該食碗粥都得話啊，應該食碗粥都得。好啦，所有登機應該我哋要咩嘅？係喎，我個body pass應該邊度喎？